店长好。工餐摆你没有？摆你了。走，九千洋来吃工作餐。下楼应该。哇塞，相当的哇塞哦。哇哎呀，这是凉拌的啥子哦？黑桃肉哦。黑桃肉，刚好出色。炒的飘儿菜。还有烧椒，还有你说。烧椒。蒸蛋。便宜搞不赢了，把你拿到四川去吃了哈。韭菜炒肉丝。红烧肉，哎呀，这个东西安哟。豌豆儿炒肉壳壳儿，土豆儿炒排骨，哦哟，真弄好，蒜苔肉丝，还有蘑菇炒肉，花菜，好吃不？哎，老师爷，做快餐饭要的啊？十五块钱。好吃不贵个，经济实惠。每天哪儿吃啊？每天哪儿吃的对。光盘行动，巴适。周老师吃过了，爱不？嗯，老师。哎。天天都来啊。天天都来，吃了一个月了，吃了一个月了。吃的饱噻，这些菜。可以可以，这个饭量就是工作量。对，巴适。巴适。吃了不够有咬。嗯，快餐吃不完是千真万确，真这个大哇。嗯，但是人体必须的，这个补充的，这个是不？那昨天晚上上酒上多了，吃的清淡啊，今天净吃素。还是说下面那个你这个胃口差了点儿吧？你看啊，那屋子也不冷。也是，这妹妹十五块钱吃得了，完全吃得了吧？嗯。来上一个。哎呀，先喝点汤，喝了来。哎呀，汤都整得香喷喷的。按照规矩办。蛋泡饭，今天这个小的时候吃的。这个蛋很香，味道也整得好，这个蛋不寒不淡的。看到硬是干干净净的。哎呀，这油点儿不太干净。再尝点那个，胡萝卜烧肉，可以。再点点这个花椒。一会儿我这一步步。你昨天是到三楼的，正常应该不能吃的。看着嘛，还要吃一盆喽，吃两盆。两盆老板叫得住不？叫得住，陈老板大方。十五块钱滚子吃的回成本了。嗯，做大米饭可以，油汁儿白菜先整点儿。嗯，这个白菜下的汁，结果这个胃口还是好。昨天晚上都又吃那么多，就吃那么多菜，然后今天还继续干净的，战斗力很强。好吃是不是？这老师去跑日常客了，这地方的。我
爱不？天天儿子呢？整猪肉呀？整那陈老板这菜品看到还是舒服啊？干干净净的。可以。哈哈。实惠划算。是实惠的，这吃碗面都是八块钱，是吗？泸州。八块那个吃面。吃面嘛，老二拿到那么多肉给你收噶。陈老板精神，陈老板。就是管饱，实惠。就是个管饱。说油好，油好米好的，抽筋我。对对，良心的。工作餐吃了，跟这两位走外向回去逛一下。啊。正好好久没走外向回了。哦，外向回是这个节假日必须打卡的地方。你看人家这个彩虹桥。没加劲儿的，有加劲儿啊？那个鱼，这个穿你钓鱼的，我给你拍视频了，啊，啊，粉丝都有优惠没有嘛？嗯，粉丝没得优惠噻，算你的脸孔嘛，晓得哪个优惠噻？哈，就是这种还是漂亮哦，轻便嘛，就像每老外都一样的，整不整嘛？好钱啊，这还是500，500不到这啊，500。我都是结过粉丝的嘛，打过六折嘛。你是刷脸的。啊，那就拿你走了噻，刷脸就。哎呦，穿起人都年轻不会睡的。一下子穷穷，刚才的踩屎感马上体现。看了嘛，这个服务还给你穿鞋带带。贵子服务。哦，贵子服务哈。这先生很高兴为你服务。飞了孩子，穿起确实舒服了，底子软。哦，开了嘛。嗯，帅，帅呆了，帅呆了，帅呆了。站起走两圈儿嘞。对嘛，开始。开得起了，早就开得起了。五十八块钱都要开开了嘛。开得起了，罗总这个身份就开得起了，撇得起了。啥路？哎呀，这里嘛是不得。可以是吧？可以是吧？是。我们这一点儿都受不了了。恭喜罗总。喜提南国基地飞罗皮鞋。啊！所以现在黑土啊，你这些菜开的，体验一下嘛。洗脸猫。你尽是男士，跑到这儿洗哦。罗总，这个头巾给你包起，喂。
八级是啥子啥子感觉？这种脸看的就是个圆了，就是圆，而且肥的时候。我把这些黑头全部给你洗干净。嗯。这都是经过几十年的沉淀下来的。啊，其实我都有点舍不得，但是看到洗脸包这个技术和服务，我还是决定，做了这个决定。一般都不会弄在头发上面，啊，因为这个弄完它没有用处。洗了几根头发，弄着也不存在。哦哟，好香哦！把这老姐姐全部都搓出来。哎，六十年的姐姐了。搓干净了是吧？嗯。这个好像年轻十岁。还没弄出来吗？没弄。老了享受也一样嘞。我听说咱这个有连锁店的嘛？嗯。有没哪些地方有店？我们水晶宫那个万达。哦，水晶宫万达都有连锁店嘛？哦，是全国连锁的哦。对。哦，难怪不这每个服务都很标准。舒服吗？哎，相当舒服，我下次都还继续来。是去黑头了，我是我黑头打起，我还是把我这弄弄的这些老骨头我清除了，这我要干洗的，相信洗脸包有做事。哎，整起来给你整理。哎呀，舒舒服服的睡一个。我们中和园的话，它是80块钱一次，就跑冲是80，就安详的话是40。因为冲卡要划算的多。对，冲卡要划算。长期洗脸就可以了。放松哈，有点痛吗？还是什么？对。